好，我去砍点白菜来做点盐白菜，马上要杀猪了哈。这个盐白菜弄来做点泡猪头啊，炒回锅肉啊，些香惨了。哎，到了。你看哪种菜才大点？我们指到大的看哈。嘿，你看一下你抱得起不？这么大一个。看那个白菜好嫩，好安逸，水淋淋的。哎。好重啊！哎呀，一烫。我们把那个新鲜的白菜弄来，先给它盐巴抹起，让麻腌它来晒。我们一片一片的给它泼在缸缸里面。好，我放一层白菜之后，再给它投一层盐巴。好，我等它麻腌了来，再拿出来晾晒。白菜。那把那个盐白菜收来装了，这几天的天气都还可以，适合晒寒菜，几个太阳都晒干了，晒得金黄金黄的，看到好安逸。我给他来点花椒，给他来点高度白酒。给它和转，好香啊！汤温都可以直接装坛了。好，封坛。汤温端一放到。